前方就是伊兰纳父王庭了，接下来我会把暗黑力量传出给你，这力量能使你滑动屏幕的左侧摇杆，就能让角色移动啦。尝试一下腾走的力，卑微的人类，你没有办法进行天。狂妄的人类居然闯入这里，狩猎时间到，我的臣民。哈哈哈哈，看看我在地下发现了什么。点击前往。嗨，需要帮忙吗？勇士，先别着急出发，你身上受到暗黑能量污染的装备。接受。点击前往。时间，请点击信息栏，我们继续。这里是护甲槽，普通攻击可以消耗护甲值。选择一件装备吧，穿上装，点击关闭按钮。
我们去看看技能吧。选择一个技能图标，升级，点击关闭按钮，接受一个新任务吧，点击前往。让我们开始战斗吧。去看看技能吧，选择一个技能图标，技能升级可以提升伤害数，点击关闭按钮，接受一个新任务吧，点击前往。让我们开始战斗吧。